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念经，每一天的改变就是你们的前途，每一天的法喜就是你们的希望，希望你们好好努力来改变自己。师父希望你们一定要改变自己，好好的学佛，我们以后的晚年都是相互照顾的。我们的家里不一定照顾得了我们，但是我们的佛友永远是你们最好的朋友，永远会照顾我们一辈子。希望大家一定要解脱，一定要放下，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幸福就是靠自己的意念来支撑。有的时候一念善在天堂，一念恶你就进地狱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，一定要让自己心中的慈悲心永存，向观世音菩萨学习，向伟大的释迦牟尼佛学习，能够把佛法传遍世界。谢谢大家。